少卿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人从容还没过门，你就把人显族谱里，你也不怕人笑话？他说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我不知道。叔叔，你坐。你坐，你得一板椅子。死定了！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爷爷，我就结这一次婚，当然没有下次了。 从容就算了，这个温情和温故又是何方高人啊？哦，对呀，高人谈不上，是我未出世的一双儿女。哎呦，这么快？没有的事儿，没有的事儿。哎，少卿，别乱说啊。就是啊，你看把从容吓的。我没乱说。爷爷，奶奶，爸妈，说说，这次过年回来，我带着从容。 就是想先不一件事，你打算要孩子？你们文少卿，不要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同意，因为生孩子得合法，我们打算先结婚。我同意。这可以，好事儿，好事儿，咱们温家要四世同堂了。哎，赶快把日子定下来，皇兄面子不等人。对，咱们啊列一个宴客名单。 我粗算了一下，光云云静啊，大概就得20多桌。对呀，有什么用的吗？